咁日版同美版嘅迷你超飲都到咗香港啦，大家會點樣揀呢？兩部機拍埋一齊，又睇到曬個分別啦。咁見到上面啲掣都係撳得啦，推得咁樣都做得好細嘅。咁但係亦都有啲細位，可能大家當年又未發覺嘅，譬如呢個手掣呢四粒掣咁樣咧。美版咧係 Y 同埋 X 掣係用個凹面 ，AB 係用凸面。咁日版咧就係四個掣都係凸面嘅。如果只能夠買一部，我會揀日版嘅，始終都係日本個手掣咧，嗰隻顏色咧，其實係情意結嚟嘅呢啲。我個人嚟講係偏向日版嘅 game 嘅，但係都仲係有啲嘢好想好想玩嘅 game 係冇，例如超武鬥傳啊，又或者 W 戰記呢啲咧，真係好似 VS 類型嘅 game， 其實淨係得街霸或者係啲足球咧，我覺得就爭少少。全新 Facebook 旅遊專頁正式啟航，出發啦！航線遍佈全世界。紧贴最新旅游资讯，欢迎你加入紫想旅行专业，祝阁下旅途愉快。